洗的餐具要记得带哦。好麻烦，又没洗碗柜，很方便吗？只用一次性用品是不环保又浪费，不但产生垃圾多，另一边又会造成环境污染。大家要养成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的好习惯，才能让资源有序再利用。知道了，我会记得带碗筷、水壶，还要用我最喜欢的环保袋装，刚好耶。是啊，出门自备餐具真环保又卫生。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。选一台好的收音机，就亲像找一个好的老朋友。好的老朋友会当陪伴你每一个郁卒、欢喜、搁有悲伤的日子。快乐联播网推广的收音机，就亲像一个好的老朋友。无论是收音品质、机型设计、内部功能，拢是一级棒。挂紧卡，0800-893-893，0800-893-893。快乐联播网的收音机，永远陪伴你。快乐联播网，今麦的时间中昼十二点，上大条的代志，上细行的关心，做伙收听新闻上上 online。今天是106年6月7号星期三。